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。有的话就会同台啦，但是很多人就小互动，有一点小互动这样子吧。对啊，因为毕竟他是助理，他是导演嘛。对对对，我大多就是片场、办公室，还有家里，还有家里。毕竟太太在。魏德胜夺欠债风波缺席海角记者会，夏雨桐同台男友回应黄子佼指控。魏德胜导演日前遭郭台强指控积欠4500万，原定要出席今天音乐剧《海角七号》的他，却始终未见他的身影。我们有传讯息，第一时间新闻一出来，他就传讯息给我，他就说：“这件事情，他本来要导演来参加记者会嘛，然后也是等于说第一次跟所有的演员碰面，那他们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，对，那他说怕会模糊掉焦点，所以他就先不参加，对，但是呢，在。”他有特别注明说欢迎我们，可以讨侃这一件事情。那他一样正常生活，都睡得着，吃得饱，对。他有跟你分享说他现在心情，就是有没有比较沮丧？没有，没有。他说他跟家人还这样很开心的吃饭、聊天，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因为特别会关心他嘛。对，但他就说，就让律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。啊，我没有被欠到钱，我没有被欠到钱，对，因为我们就是拍摄赛德克巴莱拍摄起大概将近快一年的时间，然后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培养出一定的革命情感，对，就是这个人说走，我们就一起走；这个人说走，一起拼，我们一起拼，对，已经超越家人的情感了。音乐剧切换全新的视角，为导拍摄《海角七号》时的困难，也会重现当年电影的经典片段。演员更是在其中献唱经典主题曲。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？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。哦，爱你爱到不怕死，但你若疲惫就去死一死。难得和男友孙协志同台演出，对于先前遭黄子佼爆料点名，他也回应了。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。有的话就会同台啦，但是很多人就小互动，有一点小互动这样子吧。对啊，因为毕竟他是助理，他是导演嘛。对对对，我大多就是片场、办公室，还有家里。毕竟太太在。对，比如说拍床戏很辛苦啊。一开始我耳闻有《海角七号》音乐剧，然后自己就先忙碎时间。我说导演，听说有《海角七号》音乐剧，是，你知道我是原唱吗？然后导演问我说什么原唱，然后我还要自己贴音乐的歪理。所以其实我算是最一开始就在争取角色的。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排练，然后跟写剧本。开什么玩笑啊！